股市蜘蛛人，旗鼓接班人，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蜘蛛人阿豪。阿豪曾经在节目上跟各位分享一个简单的道理哈，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其实很简单，到底谁是大笨鱼，谁是千里马，都不用嘴巴争，牵出来溜一溜不就知道了吗？在这一个礼拜里面，到底谁是这个市场的大笨鱼，谁是千里马？证据拿出来，不就一看就知道了吗？来，各位咱注意来看哈，来。阿豪在礼拜二加权股市重挫的那一天，是不是公开跟所有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礼拜一流畅空单，但是在礼拜二重挫的过程当中，我们在9022以及9068这地方，分别勇敢的进场两笔多单。但是各位朋友，礼拜二进场多单之后，礼拜三涨，礼拜四继续涨，但是我们到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各位。在礼拜四的早上11:08的时候，我们请所有的会员朋友做一个动作，因为我们预估当天反弹的满足点是在9248，所以请所有的会员朋友在9248这地方偏空操作。结果呢？结果在当天收盘不止穿价，还继续往上穿了9点，那已经超过我们的预算了啊！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所有的会员朋友当天我们先行做一个平仓，先行做一个停损，做一个出场的动作？因为阿豪老师相信，在这个台面上，不管如何，一定要想尽办法说真话，不造假，才能够真的能够达到成成成这样的结果。那什么叫做成成成呢？啊，是不是进一步的再跟所有的一个观众朋友来做了一个报告？上面啊，这成成成，一个从业人员他务必遵守诚信，因为他遵守诚信，他自己的操作就容易成功。当他操作成功的时候，会员朋友的财富就容易倍数的来成长。果然阿豪实话实说，礼拜五我们再次做的动作，做什么动作？就叫来看哈。礼拜五这一天早上的8:39，我们就跟所有的会员朋友做了盘前报告，并且叮咛所有的会员朋友做动作。美股先急跌，接着再急涨2天，在9300以上就进入了压力区了。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啦？在9334这个地方，我们要勇敢的偏空操作，请所有的会员朋友务必盘前挂价。这个是礼拜五早上8:39，我们每一个会员朋友在盘前所收到的盘前报告以及动作，在9334这个地方务必用盘前挂价，勇敢的布局空方。结果在礼拜五这一天，在9334这个地方有勇敢布局空方的指数应声下跌高达117点，直接重挫来到了9217，所以是不是印证了一件事情？成成成，当你有诚信，操作容易成功，操作容易成功，会员朋友就容易倍数的增长财富。九点停损，那重挫117点是几九点的几倍？各位好朋友，是不是一看就知道了？那所有的好朋友或许会有点怀疑，但是我请所有我们的会员朋友大家一起来作证。各位，1月9号礼拜五这一天，这一天的高点刚刚好就在9335。那我们今天是怎么去做一个运作？我们请所有的会员朋友务必动作，做什么动作？在盘前挂价，布局避险的空单，在9334这地方勇敢的布局避险的空单。结果当天高点刚刚好穿价来到9335，那9335布局避险空单之后呢？全体会员可以来作证，9334布局避险空单之后得到的是什么结果？全体会员朋友都可以作证。所以阿豪是不是跟所有的好朋友去做一个报告？成，成，成。当你有诚信的时候，你的操作就容易成功。当你的操作成功的时候，会员朋友就容易倍数成长。所以，有实力的从业人员就不怕挑战力。各位好朋友，元业大家都在谈元业效应啊，我在这地方也跟各位讲，什么叫做元业效应？我们股市之人的什么叫做元业效应？先一半，补一半；先一半，再补一半。你现在先一半。等到有这个之后再补一半，因为真的要过年了，所以我们提出分期付没负担，
会员朋友才会付哈。这是我们在这地方考量到我们全国的一个观众朋友，过年真正要被搞啊，所以先一半补一半，这是指数的一个部分，跟所有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那同样，如果是有操作股票的一个投资朋友呢，各位操作股票一定要坚持要做好的股票，你才会赚钱。什么叫做好的股票？好的股票，它一定有基本面的支撑。好的股票，它抗跌性佳，它在回升、回弹，它在反弹或是回升的速度会特别快。那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到底对我们的操作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短线波段获利自如。再来，即便它回档，你都抱得住，你不会怕，不会怕，你抱得住，你才真的可以赚得到大钱。并且它的认同性强，既然认同性强，买进的人多，它就容易创新高。唯有操作这样的股票，你在2015年你才真的可以赚得到钱。我就举例，在礼拜二1月6号礼拜二当天，加权指数重挫高达225点的当天，我们在盘后是不是跟所有的好朋友公开的来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时间点，你更要挑选到温特懂的股票，就好比研华、细创以及生科，压回反而是你大好的机会。这个是礼拜二我们公开的在我们盘后的节目跟所有好朋友去做的一个报告。当然，这些股票我们会员朋友同步持有，我们会员朋友同步持有2395研华、8016细创、5272生科，这是物联网三剑客，同步要去做一个持有，再加一个2474的可成，我们绝对带进带出，请所有的会员朋友安心的来操作。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可以让会员朋友安心操作？它必须具备强者恒强，它必须具备45度角往上去做一个攻坚的一个格局。我们就来看，像2395的研华，2395的研华这一波从191块钱到今天为止，它是不是呈现了完美45度角的往上攻坚？在往上攻坚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可不可以做波段？当然可以。你可不可以做价差？当然也可以。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去买，什么地方去做一个加码，你最后得到的都是赚钱。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所有的会员朋友来1月9号礼拜五早上9点钟，我们请会员朋友2395的研华，如果你买进成本是在218块钱的，可以短线做一个价差，做一个调节出场的一个动作，做个短线的价差，从218块钱到1月9号当天，各位也涨到了234块钱了，短短几个交易日的时间已经达到16块钱的价差了。它有什么特性？强者恒强。它有什么特性？45度角上攻。它就是什么股票？它就是好的股票。我们再看公开跟所有的好朋友做一个分享的8016的细创，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45度角完美的向上攻击的曲线，这个就是我们要挑选要操作的标的，它是物联网三剑客之一。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不是请所有的会员朋友一路的加码买上来？礼拜一8016细创再加码买进，因为它是物联网三剑客之一。那这种股票，它既然呈现45度角往上攻击的一个个性，不管是波段也好，不管是短线价差也好，你都可以很好去做一个操作。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请会员朋友8016的细创买进价位在80.9块钱的，可以做一个短线，做一个调节，做一个价差出场。80.9块钱买进去的，到礼拜五当天，是不是已经来到了87.9块钱了？短短几个交易日的时间，7块钱的一个价差，这是什么股票？这是好的股票。这也就是2015年，你真的要赚到钱，你就必须要锁定类似这样的一个股票。就好比我公开的跟好朋友去做一个分享的，跟所有观众朋友去做一个分享的，5272的生科，一样的态度，一样的格局，45度角完美的上攻曲线，在这一段时间61.5块钱。一路的往上去做一个攻坚，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买进的价位在什么地方，最终你得到的都是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请会员朋友一路加码，一路进场，一路加码，一路进场。礼拜一5272的生科，请试驾再加码进场，因为它是物联网三剑客，务必持有。礼拜五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去了，
礼拜五82.6元深科买进的，先请做一个调节，做一个出场的动作。从82.6元买进的，短线做一个价差，到礼拜五是不是已经来到了88.4元？短短几个交易日的时间，它竟然高达5.8元的价差。各位，这个就是你今年要锁定的一个股票。你要锁定的是什么样的股票？完美的股票。你要锁定的是完美45度角上攻的股票，就好比2474的可成，短短的在226.5元这个地方，你勇敢的去切入，你勇敢的去买进，在这一路再去做个加码的，到今天，它已经上攻到了257.5元了。所以各位好朋友，股票务必有买有卖，股票绝对不是死抱活抱，短线你可以用价差，长线抱大波段，因为有买有卖，你的气魄才会豪迈，因为财富绝对是靠累积而成的，财富绝对不是一触可及的，除非你是大乐透，除非你是威力财20亿的中奖者，否则你的财富绝对是靠累积而成的。有买有卖，你的气魄豪迈，你的财富才会逐渐的去累积而成。过年真的快要到了，如果真的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阿豪，我考量到所有观众朋友的处境，我们推出元月效应，先一半，再补一半，分期付，没负担，才会付。真的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现在先一半，再补一半。有需要的，欢迎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清晨一起发生于住宅的火灾。啊！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快把瓦斯炉关掉！怎么还有声音啊？快孙，火烧厝的时阵，派侦测到有高温或浓烟，会随发出警报声响，火人有时间通知出来的人赶紧逃生，跟打119报警。没错，而且自己动手装，便宜又方便，安装就自己去，安全无波比。请购买附有合格标示之产品，并记得定期更换电池哦。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老师说，地震时要蹲下，找掩护，不要惊慌。妈妈说，疏散时要不推不跑才会安全。可是为什么大人们都不保护自己呢？防灾需要行动，教育需要榜样。台面的从业人员非常的多，但是良莠不齐，到底谁是大笨驴，谁是千里马？其实很简单，牵出来66不就知道了吗？在期货市场、股票市场都一样，这个礼拜在礼拜二当天重挫高达225点的过程当中，我们公开操作，有仓的空单回补，接着在9022以及9068这地方勇敢的进场不多。勇敢的去抓住这一段的转折，礼拜二勇敢布多之后，礼拜三大涨，礼拜四续涨，但是我们在礼拜四的时候，我们请会员朋友做了一件事情，礼拜四我们预估当天的反弹满足点在9248，所以我们同步请会员朋友在9248这地方
偏空操作，这个是礼拜四早上11:08给所有会员朋友的一个动作。但是当天再往上嘎，我们在中场在收盘价，我们停损9点出场，因为阿豪老师相信，一个从业人员他有机会坐在这个台面上，一定要有他的原则。我在这个台面上，我绝对遵守，说真话不造假，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成成成。什么叫做成成成？第一个成，一个从业人员务必要遵守诚信，因为他遵守诚信，自己的操作就很容易成功。当他的操作成功，会员朋友的财富就容易倍数成长。所以到了礼拜五这一天，礼拜五这一天，我们早上的8:39，我们就跟所有的会员朋友做了一个盘前报告，并且遵守叮咛，在盘前务必在9334这地方勇敢的进场偏空操作。礼拜五8:39，礼拜五8:39务必在盘前挂价，在9334这地方勇敢的进场避险空单。结果礼拜五当天9334出现之后，急速的往下重挫高达117点。这就是阿豪跟所有的好朋友去做一个分享的，一个从业人员他务必遵守他的诚信，当他有诚信的时候，他的操作就容易成功。当他操作容易成功的时候，他会员朋友即便是停损也容易倍数的抓回来。礼拜四9点停损，阿豪遵守诚信，在电视上公开的跟所有的好朋友做一个报告。礼拜五从9334这地方布局空单，往下重挫高达117点，这是几个9点。礼拜五的高点是在9335点，我们全体会员都可以作证。礼拜五当天，我们请所有的会员朋友务必盘前挂价，务必9334布局避险空单。所以阿豪相信，一个有实力的从业人员，他绝对不怕市场的挑战，绝对不怕行情的挑战。所以真的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我们在这地方也不吝指教，我们在这地方也掏心掏肺，先一半再补一半。真的有需要帮忙的，源于效应，分期付，没负担才会付，这个是指数的一个部分，跟所有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在股票的部分一定要有所坚持，我们坚持只做好的股票。好的股票的特性是什么？有基本面支撑，它的抗跌性佳，不管是反弹或是回升的速度特别快。这样的特性有什么好处？短线波段你都能够获利自如，回档你抱得住不会怕，并且它的认同性强，市场愿意买的人多，它就容易去创新高。就好比阿豪在礼拜二重挫的过程当中公开跟所有好朋友去做一个分享的，礼拜二重挫你反而要在这时间点去找到温特懂的股票，重挫反而是你切入的大好机会。研华、细创、深科，我称为物联网三剑客，这也是我们会员朋友同步操作的一个个股。2395的研华、8016细创、5272的深科，这个是物联网三剑客，再加一档2474的可成，我们绝对带进带出，请会员朋友安心操作。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可以请会员朋友安心的去做一个操作？因为它具备一个特性，因为它具备一个强者恒强，因为它具备一个45度角往上攻坚的完美曲线。2395的研华前波低点191块钱，到今天它呈现完美45度角的往上攻坚，在这一段时间，不管是什么时间切入，不管是什么时间加码，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赚钱。在这一路上涨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也请会员朋友切入。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请所有的会员朋友，2395的研华如果是买在218块钱买进的，短线做个调节，做个获利出场的动作，218块钱到礼拜五已经234块钱了，短短几个交易日16块钱的价差了。同样的，跟各位好朋友公开分享的8016细创，物联网三剑客之一，完美曲线45度角强势往上去做一个攻坚，45度角往上攻坚的过程有什么好处？不管你在什么时候进场，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加码，你最终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叫赚钱。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不断的请会员朋友进场去做一个买进，不断的请会员朋友进场去做一个加码。礼拜一8:50，8016细创市价再加码买进，因为它是物联网三剑客。
每一个会员朋友务必持有。礼拜五一个礼拜过去了，短短五个交易日，8016的矽创，如果是买在80.9元的，短线可以先行做一个获利，做一个出场，做一个价差。80.9元买进去的，短短几个交易日，到礼拜五已经来到了87.9元了。短短几个交易日，7元的价差，这个就是你今年2015年务必要强力锁定的个股。5272的深科不也具备一样的特性？它有什么特性？45度角完美上往上攻坚，45度角强者恒强，有什么好处？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切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做加码，你最后得到的只有一个结果，它叫做赚钱。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请所有的会员朋友，1月5号礼拜一，5272的深科市价再加码买进，因为它是物联网三剑客，物联网市场认同度高。市场认同度高，买进的人多，这档股票就容易再创波段新高。一个礼拜过去了，5272的深科在82.6元买进的，短线可以先行做一个价差，可以先行做一个出场的动作。82.6元买进的，到礼拜五这一天，短短几个交易日已经来到了88.4元了。短短几个交易日，它已经创造了5.8元的价差空间了。这个就是你今年要强力锁定的这类的股票，这个就是阿豪跟所有的好朋友去做一个分享的，有买有卖有获利，你就要去做一个调节，大波段报上去，但短线做价差，有买有卖有获利就要调节，这类的股票你就要强力的去做一个锁定，去做一个介入，就好比我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做一个分享的2474的可成。它有什么样的特性？短线它就是呈现45度角完美向上攻坚，从226.5元，短短几个交易日的时间，到我们录影的这一天，226.5元已经上涨到了257.5元了。这类的股票你就是要强力锁定的，这类的股票它呈现45度角完美向上攻坚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你在2015年要强力介入的一个股票。这档股票有什么好处？这类的股票有什么特性？当它是呈现45度角完美向上攻坚的时候，你有买有卖，有买有卖，长线爆大波段，短线做价差，有买有卖，气魄豪迈。因为在股票市场上，你的财富是靠累积而成的。有买有卖，你的财富就逐渐累积。所以各位好朋友，在这一段时间以来，阿豪不断的跟所有的好朋友去做一个介绍，去做一个介绍，什么样的股票是2015年值得去做一个介入的？如果你在这一段时间以来也认同我们的一个做法，阿豪考量到所有会员朋友的一个处境，因为真的是快要过年了，所以我们展现出我们最大的一个诚意。真的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提出了一个圆月效应，先一半，补一半，现在。先一半，等到再补一半，因为真的快要过年了，分期付没负担才会付，这是我们提出来的圆月效应，先一半，再补一半，分期付没负担才会付，所以今年的行情是非常非常彪悍的一个行情，各位好朋友，请务必好好的去做一个准备，去做一个把握。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制作人团队去做一个帮忙的，我们也不吝。提出了圆月效应，先一半，之后再补一半，因为真的快要过年了，分期付没负担才会付。真的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不吝指教，欢迎跟我们的服务员做进一步的一个咨询。阿豪在这地方也跟所有的好朋友再度去做个强调，今年的股票就是要选温特懂的股票，有买有卖，获利调节。指数的部分，盘前挂价。避险空单绝对不能少，股票期货真的有需要帮忙的，圆月效应，先一半，再补一半，真的有需要帮忙的，圆月效应，好好做个咨询。感谢各位，也祝福各位下周一开始赚大钱。
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病菌的传播总在无意间，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别让病菌无意间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用肥皂勤洗手，守护最亲爱的家人。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我最终于同爹地妈咪出去玩了，但是以前开车出去都大塞车，不过2013年开始不一样喽，因为有神奇的交通疏运，在车上可以好好休息，下车我们就可以开心玩喽。爹地说他终于不用握方向盘，把手手留给我和妈咪喽。多搭车，少开车，交通疏运，乘上无限的幸福。黄金双捷运，五站到大安，南势角生活圈，台北时尚，一至三房，02-9486777。新城一起发生一住宅的火灾，啊！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快把瓦斯炉关掉，怎么还有声音啊？快生火烧厝的时阵，派侦测到有高温或浓烟，会随发出警报声响，果然有时间通知出来的人赶紧逃生，跟打119报警。没错，而且自己动手装，便宜又方便，安装就省气，安全无波比。请购买附有合格标示之产品，并记得定期更换电池哦。在我们遭遇紧急伤病的时候，还好有这些医护人员的照顾，他们牺牲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只为了给我们最好的医疗服务。感谢每一位医疗人员，因为有您，全民健保才能更好。妹妹啊，去洗碗喽。